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各位喜欢神地仙，大家好早，再去继续过来讲解《易经大法轮真经》，咱讲解到雷天大众到火地震，王禅老祖几个先师啊，思想甲咱开始讲，当一个人啊，伊一旦失败以后。而且呢，叫体温，也是将过去所有这道志做事无经过考虑，三思而后行。但是现在一旦遇到困难啊，会当退后反省忏悔，以后呢，才去前进。才要光荣伊个光荣伊个事业，要壮大伊个事业，壮大伊个人生。但是呢，仍然拄着未顺时。那么壮大伊时啊，你个计划一大堆，煞了爱实实在去实践，去实行。那么在咱个佛法内底，天山遁者。为反省，雷天大众者为忏悔，火地震者为实践实行去做。所以，这就是咱人生的三宝：反省、忏悔、实践去做。人生三宝。咱有人说啊，我这个人生三宝，我精气神啊啥，迄嘛是另外三宝。那么实实在在人生的三宝，就会当反省，会当忏悔，会当去实践，去前进，去做。但是啊，天不从人愿的代志真多啊。往往咱一个人，若是讲经过失败以后，咱重新反省，重新忏悔，认真去做，搁去行，搁去出发的时啊，仍然会拄着真侪不如意的代志发生。因为天下间唔是咱一个人在做主，唔是咱一个人在带，所有一切的发生的代志，唔是咱一个人去促成的。必定有真济各种的和合的因缘所促成的，当然咱未损失。上简单就讲，我骑车对家要到家呢，行的骑还是啊，边啊要有青红灯，边啊要有人的车又过来，边啊遐有人会惊我来，边啊要有链接球来，或者狗啊走来，精神走来，猫啊走来。当然，人哪有可能会损失呢？因为咱人住伫世间，要有其他外人的因缘、外在万物的因缘啊。天地之间，用天地之间者，万物呀，万物，万物要有真济人、真济事，各种的环境，包括空气，嘛有啦。哎，哦，我空气不够啊。你山爬未起哩啊！我想要来进阿里山、玉山，结果空气是只波，我望不到去啊！你看未到啊？一个他在的力量啊！我要来领导拜访你，遐拄好落大雨，溪水涨起来，桥海未当过，嘛有他行的因缘，哈、啊！万物的各种因缘来障碍着咱的前进啊！所以咱人在前进呢，人难免拢有真侪不如意发生的代志，这拢是真正正常，这就人生上宝贵的，人生上宝贵。
啊，释迦牟尼佛开始弟子讲，咱人来世间是带着一个反省、带着一个忏悔的心，甲受托着咱的祖先、守护神，咱来世间体验所谓人生啊，体验咱的艰辛苦涩，然后将这个咧回向予咱的后壁、咱的祖先、咱的护法神像等。因嘛会当同齐含咱来体验即个人生，所以啊，即、这个状况之下咧，咱爱了解讲天上天下毋是我一个人尔，所以一切名一切利嘛是大众共同的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和合而成啊！啊，有生起来就有成，但是成会成无？歹讲，歹讲，无一定会成，但是会生出这个物件，但是未成就这个物件，等于修行的人一大堆。啊，修行的那有无呢？成就的人就那一只角，一只角呢，一只牛一只角呢，一只牛辛苦鸟毛、牛毛遐尼济。所以，咱一个人已经太上道祖就安尼开始啊，这个角就是咱，辛苦经过人生有遮侪鸟有毛的代志啊，久久必必未顺时的代志是有够侪有够侪啊，所有得着迄个角，角着咱的心、咱的愿望、咱的希望。但是要会成事的咧，都、就是就遮尼侪有毛啊的代志，滴。每一工、一分、一秒、一时啊，一刻，拢发生伫咱的身躯边。所以，这个妙法啊，易经的妙法，已经甲咱整个人生讲啊，真详详细细，非常彻底。所以，咱各位是方，是的是，咱根据易经心法啊，吼，咱易经大法人真经啊，吼，咱这经文内底写，都是伫内底写，吼，这都是直接来经文拢内底。啊，希望各位啊，大家共同会当来学易经，啊，咱呢，大家学易经呢，做人处处咱就会安心，啊，大家学易经啊，啊，身体健康啊，啊，心安宁，大家学易经啊，啊，做事工作好顺心，大家学易经啊，大人囡仔拢聪明，大家学易经啊，公司客户无欺心，大家学易经啊，吼，家庭圆满一条心，大家学易经修行路上好建设，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。所以易经大法轮真经是一部非常宝贵的妙法，各位会当共同来学易经，这是我上大的愿望。各位是方圣地心，好，咱即现在大家来看这段的经文，大众不不可以将众停止众大就对了，将众故修之以静，非得静，静者静也，静必有所伤，故修之以明矣。以者相啊，相以我者，必犯其家，故受之一家人。家多强，必乖，故受之一揆。揆者乖呀，乖必有难啊，故受之一克。咱讲到这，咱啊，这个人啊，做对失败中间呢，咱个反省忏悔，然后要个进，要去做去实施。难免啊，会拄着真侪不如意的代志发生。啊，较早我遮顺时，遮袂顺时，因为换一个环境，换一个空间，换一个心态，换一个立场。当然啦，咱咧进步的时，要前进啊，一定会真侪会阻碍，这是一定的天地间的不二法门。咱也了解啦，咱袂使咧就安尼失志。啊、哦，所以啊，咱尽必有所想，故修之以明矣。咱若无计划会进步，一定要去前进啊，要去做，一定会受了伤害。啊，咱若无真正光明磊落的心，大公无私的心，
迄真真正，哈，咱嘛会受到伤害，嘛会到真大阻碍。啊，若是咱若无即个叫做动机，真正纯正，一切为大众，无为我自己。啊，咱若有这天地无我之心，咱咧做一定阻碍较少。咱若是有天地有我之心，甲观念咧前进的时啊。必定有真大的障碍会发生。而且呢，咱咧做的事啊，咱若无真正妥善的规划，无真正妥善的计划，哈，无只真正妥善，而且咱的规划咧，你看啦，会前面无真快的事啊，你敢若真的小小要一个私心，敢若。怨叹别人，干人计较别人，无去计较到家己的心，就会拍拼嘛。照真实实在在照真理去做无，那么你嘛会去拄着不如意。那么实实在在实施去实行，你实行啊，实践你若无智慧，咱若无智慧，吼，咱的无头好心的枯肠的事啊，咱嘛无法度达成咱的愿望啊。所以，那么咱这个，比如地火明夷啊，土卡内底有火，土卡内底有火要光的时啊，咱爱安怎做嘞？爱学迄个心境，好，咱爱学这个心境，火伫土卡，面顶是土，啊，你把这火好烧起来，你就爱有这耐心，慢慢啊起来，慢慢啊起来，慢慢你的火不嘞，你不要去熄哩，你爱有信心，你的火慢去熄哩。你自然的土面会烧起来，会烧起来，人摕一个物件来等的，你就烧啊，你的光就出来，达到你的光啊。所以真正者爱有内涵嘛，那么真正者非得真正，你爱有内涵，佫袂使你见面，你爱向内，爱有内涵，就是爱有智慧。一个人一旦拄着事业袂顺时的时，一定哭哭肿百分之百。但是你100%你撞的时啊，变成无智慧。咱一个人一直哭撞，一直哭啊，撞啊撞不停，哈、啊、哈、啊，你也未喘那么过，你就去撞，无智慧，这是注定着永永远远失败的一个路径。所以咱爱有地慧明仪啊，地慧明仪啊，咱真必有所想啊，咱啊哭哭撞者一定有所想，那么怎么办呢？爱学习，那像土卡内底的火，火种明熄哩，火种继续互光，互烧。那么你有一天，你就会浮出土面出来。土面即使你无直接烧哩面出来，要有外人的因缘摕一个物件来起来，还是物件等一个物件来，你自然烧起来，你的目的啊，光明四射。这叫做地火明仪啊，所以咱若卜卦卜了地火明仪的卦象的时啊，咱就各位就爱真注意，咱袂使你真正懵懂。啊，那么现在咱来看地火明仪的卦象，啊，地火明仪啊，面顶为坤，哦，下为离为火，上坤下离，上土下火，火伫土骹尾要卷起来，哦，那么光明的互相。这个透火时期啊，干嘛就是要你拍拼的时期啊，谨慎爱保守，爱谨慎保守。一个人对失败，啊是这个无成功，那么个退后一步，反省、计划、忏悔，咱爱所计划得到大众会当支持。好、哦，那么反省、忏悔，然后去实践，实践就花地劲，就去做啊。去做一些，难免会拄着真济不如意的代志。啊，不如意的代志啊，虽然不如意，这个时阵的光明的互相，光明的互相，啊，忏悔的时期啊，光明的互相，即使咱未顺时，嘛是光明啊。若是挂上，安尼拄着第一熬动。当是初熬时啊，初九初熬，在面临正义被残害的苦难时期啊，只有退避啊，
哈、啊，退避韬光养晦以自破，哈、啊，这是有智慧的人。我多咱一个人啊，要进要前进，要搁拄着袂顺失，哈、啊，那么我哇，我是正气参天，无多，因为正气要受到灾害的苦难时期，咱的运也未过，闹灾运也未过。所以啊，咱爱国的爱去咧，搁小啊，搁收敛咧，搁退后一步咧，搁较周至诶，计划搁较是周至诶，搁反省吼，家己做对啊，毋对。那安尼来咧，咱真诶，你要搁进步，就袂继续直探落去啊。各位十方圣弟子，啊，人非圣贤啊！新鲜拍鼓嘛有是错，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所以咱一旦咱一个人未如意、未顺失，以后咧，咱要阁拍拼，咱爱有个意志。尤其咧，咱一寡真不幸，人生行了偏去啊，咱犯罪去服刑、服刑啊，咱如果出来时啊，哦，咱伫关伫内底，伫监狱内底啦。接受着2300万人，甲咱供养伫内底，互咱食，互咱穿，佮甲咱教育，咱爱去感恩呢，爱感谢呢，哈、哦。那么咱伫内底咧，甲咱教育，咱重新计划出来，哦，满腹的即个都欢喜，满腹的信心，要开始过来拍拼人生啊。结果出来袂顺失，所行呢，又搁帮着社会人、亲戚朋友对咱的肯定，再打一个大问号。这是咱人生上宝贵的一时呀、啊！一个大问号，互咱时时一片镜，互咱看，咱莫个毋着去啊！吼、哦，所以你当你的，咱的服刑几年一出来以后咧，咱也自然这心机有正。哦，顺境是，那么咱要拍拼，重新行第二段人生。即使啊，你拄着人无法度接受，咱嘛爱感觉，哎，我是公平的互相啊，这互的这相魂啊，这就是咱的业障也未过。咱爱本着搁较诚心诚意，咱搁这去行，咱毋通开始哇！我这正义受到人残害的时期啊，我都哦，感觉都真正气不不。开始去做歹代志啊！去聊咧，你没完没了，罪恶是你的，后摆生生世世爱的行者是你的，别人无关的。所以咱若拄着是咱个退后一步反省，反省咧是毋是讲我有对毋对啊？会当才会当自保啊！吼，这是有智慧的人啊。那么现在咱过来看，那卦象诶，出现第二爻诶时，邪恶诶灾害已经逼近啦，好，应当迅速躲避，很逃离避难。果一旦咱拄着未顺失，得到十方，我都甲你肯定，咱已经来退后，重新反省，都已经甲咱啊邪恶诶灾害啊，人误解对咱诶误解。已经逼你醒过来哦，咱紧嘞爱闪入边啊，咱莫个勉强了，莫个勉强，哦，我一定要来冲啥，退后，重新环境，这才是一个神策啊！好，过来啊，第三爻，这是动第三爻，好，在这遭受严重的创伤的时啊，应当采取非常的行动，才当挽救，好，但应谨慎啊。当然，一个人事要失败嘛好，还是做人处事嘛失败嘛好，吼，还是翁仔某中间呢，吼，互相的误会当斗阵嘛好，吼，拢是因为过去的误会、过去的瓜葛，造成真正无欢喜的代志会发生。但是咱了解啊，咱退后一步，咱的反省忏悔啊，吼，你实在咱实在要去做，结果要做，人我都甲咱接受。人要个哎呀，假慈悲啦，猫夫啊，耗子啦，假慈悲啦，死心吼，伊就去食迄只猫啊啦。人甲咱笑，无要紧，只要心机纯正，有一天人会了解咱。好、哦，所以遭受严重的创伤的时啊，咱采取非常是爱就近，
都想退后一步嘞吼，那咱就近再那挽回，从过去反省了，哈、哦，你唔对的代志啊，你重新反省，啊，重新整理，啊，你才会当挽救着咱要前进的。那无咧，咱感觉一直怨叹，无这个智慧，一直怨叹，那安尼来就非常的唔对啊。哦，所以伊甲你讲，详细当中，你一旦要重新做出事业，打出来拄着失败，拄着重重的一个订单，拄着重重的阻碍时啊，咱免意志免消沉，紧来退一步去反省，哈、哦，而且爱有这个非常的行动咧，咱爱即时，咱毋通拖着着，哈、哦，再来就是当第四爻。第四爻是，啊，最危险的场所嘛是最安全的所在，是安尼最危险的场所咧。咱这个时阵拄着大众，咱无法度来甲肯定最危险的所在、时间与空间，嘛最安全。因为大众对咱无法度接受，哦，境界有所偏差，无法度接受咱搁开始创业，无法度接受咱甲咱去食头路，无法度接受咱搁这叫做。做起来上班，顶顶的事啊，咱免惊，这是上危险的场所，互咱个重新反省、忏悔的机会。哈，即嘛最安全的道理，最安全的是安全呢？啊，因为我都是一定有检讨，啊，反省、忏悔无着头。当然，大家对于第三者的肯定，第三者说话呢，想清楚嘛，咱啊，即是退后一步。重新反省，啊，重新忏悔，那么以后才有进步，这是正确。好、啊，两个，都在黑暗的时刻，都应当坚持正义，明辨是非。咱一个人失败去，哈、啊，这都黑暗的时刻，将来都这些啊，咱应该先坚持正义。我爱做红花。那比如讲，大陆跟台湾中间，我到两个台湾，咱爱做红花，正义。哈、哦，仁德诶政策来做，哈、哦，明辨是非，当地人啊的事啊，开始登上像君王一般地下权的地位时，虽然功名世声，逍遥各方，哈、哦，威风凛凛呐，可是最后坠落到土下顶呢，其原因是因为违背了正义原则，相遇爱灭亡，这是天理呀、啊，所以咱的功名互相。咱若有以上甲各位讲安尼咧，重新退后一步反省忏悔，我相信咱就袂讲哇，明日又跋来啊！咱有法度真真正正踏着光明，进入光明的未来。所以各位是方神，意思已经会开始啊，互咱确实真正啊，真济真济的真理啊！只是咱无去了解，咱真理了解下，我相信咱的人生啊。失败就是成功的开始，好，咱成功，我继续，我努力，我拍拼，那么已经心法，互咱一条真好的路。时间的关系，加遮一段路，祝福各位。